看到这个美女吗？漂亮，好，我跟她沟通沟通。哎，美女，那个您叫什么名字？大家好，我叫 Akimi， 我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。哇哦，咱今天长得很漂亮，而且看说的很好听，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吗？啊，其实她说的好，但是还不如跳的好。